好傻。来了来了，狗狗来了，刚才。哇塞！黄哥哥，彭哥哥说那点壮观，我们要下来看一下。哎，我不是看你今儿拍了两个摄像头。你说那个双机位吗？啊，双机位。谁只看双机位是嘛？那个是拿起手在拍。我们又来探谜来了，迷林探索。那点路去都是去我以前那个女朋友那点。是不是那个？西江那一个？哦，那个。那个门嘞？是我去找耍了嘛？要晚上两回见识一下。他们那里现在有农家乐了吧？他们那里舒服，我呀。你那个那是哪个呀？那个你那边那个医生是那个去过万州的吧？哎，医生是万州，那个是西江的噻。在前面。哎，还有前面点儿。那个那我说的那个门儿，他就是他以前在那个场所里面工作的，真的牛皮惨了。你是吗？你是去耍把他认到的呗？我是在酒吧里面那儿去打工，把他认到去。压力那上，我还可以走。可能太忙了。彭哥哥，真的以为是双机位。酒吧楼里面，酒吧里面去打工呢，想去打工，这个我跟你说嘛，那个妹儿还长得很乖。那现在的做啥子？还是也怎么样？他现在在做啥子？他没跟我说。就是夜场里面耍的那种。哎，夜场里面他是相当于管那些小姐的。哦，还有小姐那种。肯定有小姐噻，那哈儿是嘛？哪个夜场没有小姐的哟？是嘛，当妈咪哟。啊，他那些客人。那些客人点小姐噻，点了看不起的，他也是喊其他小姐来。我还陪他去找个工作那哈儿，扯场。